《經濟日报社評：呢、这個春節雖然缺乏過年氣氛，但最令人欣喜嘅係疫情有受控嘅跡象，令多個行業星期四有望復業。疫情回落係得來不易，當局要求食肆同埋服業處所顧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或登記客人資料，以便發揮接觸追蹤功能。市民應該互讓互讓，積極配合新措施，爭取社會經濟早日復常。《文匯報》社評。 近日唔少市民為準備預期中嘅初七松綁逼爆社區檢測中心，反映市民對早日控疫、令經濟民生復常嘅願望十分迫切。政府應該順應民情、順勢而為，完善強檢、禁足、追蹤疫苗接種嘅防疫機制，務求以常態化防疫機制達至動態清零，實現同內地同澳門雙向免檢疫通關常態化。 《東方日報》社論：香港大規模接種疫苗在即，政府卻未能帶俾市民對疫苗嘅信心。咁既然市民對疫苗安全性有懷疑，政府更加應該從長計议唔能夠急就章，需要多加功夫向公眾講解，亦需要更多時間等疫苗進一步數據公佈，同埋俾市民消化資訊，再作考慮。